说到防水涂料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东方雨虹、德高、汉高等几大品牌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东方雨虹单独份聚氨酯防水涂料的施工。不知道你是否还在采用刮板式这种费时、费工、费料的施工方法？要想赚得多，省时、省工、省料，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。